今晚武林大会，而家武林至尊，阿李少林，逐佢出师门。今日我用唔系正宗嘅少林武功打得嚟正宗少林，我就系天骄地球嘅超人。你笑乜嘢？我听唔到你讲乜嘢啊！喷气耳仔行紧啊嘛！正经啲啊！ 都仲有佢嘅第一次嘅，基本上我已经有心理准备，跟到拉埋，我愿意完全配合你，你嚟啦！耶！试咗冇？你走啦？点解嘅？点解讲再变啊？ 啊！你做乜嘢晕咗啊？咁难饮嘅咩成分嚟噶？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经常提到癫一神水。总之你记住，中华武术以你噶啦。